版公仔，商标著作字号0143295零字著作权。本人石嘉琪所拥有千里将军、书光有将军商标著作字号0144303。依北港猫主指示，只能用于推广北港猫主文化，发扬猫主慈悲为怀，及义之公益活动，不得以任何形态使用于任何形式的商业行为，违法者将受北港猫主及千里眼树猫的将军之严厉处罚。日前为止，获授权使用者及使用行为如下：一、北港猫主文化推广工作队张小姐所举办之公益活动“手牵手浪漫小猪去爱心捐血活动”；台中市无期大中号天宫广威送公仔公益活动所赠送的北港猫主 Q 版公仔手机吊饰钥匙圈制作。喜欢北港猫主公仔的民众有福了。由北港朝天宫、北港妈祖文化推广工作队特别推出新版的北港妈祖 Q 版公仔，将免费送给陪佛观众。孙红以后拍档皮皮船，心白龙母提出掉不问题。来北港拜妈祖做善事，有福报，捐热血送公仔，得农王龙年旺。二、云林县家福中心举办之爱儿行活动 ，T 恤印制。车号683RR，车体彩绘，北港妈祖全国爬爬照，妈祖 Q 版公仔图档。就去请示三妈讲，我后壁用三口，伊讲用一尊伊的 Q 版妈祖，啊，到底咱迄个，咱迄个兴起大啦，搁看一百度，吼，啊，不哩假，啊，这边三妈。海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制作 Q 版公仔使用于公益活动。五、美诚艺品股份公司制作 Q 版公仔使用于公益活动。六、创意好神行销制作闪卡使用于公益活动。吴黎昌、石嘉琪并未授权给其他任何人、团体及公司行号制作任何图卡、模型、公仔或印制于任何物品上、衣服上、商业广告、销售、贩售、交易任何形式的商业行为。如上述行为者，将立即停止一切侵权不法行为，并禀报至北港朝天宫、天上圣母及千里眼顺风耳将军。对未经授权擅自盗用图档，更可恶利用于商务广告贩售行为者，给予最严厉的处罚。我是